第一节，暂定佛规引言。暂定佛规序。盖闻先望之道，以正心修身为本圣人之教，以理门义路为先故。述圣有云：民乎交涉之理，地长之义，治国其如是诸长乎？是之理之为用，关系至为重大，故古人观诸四维之首，良有义也，斯时也。正值三齐末节，人心不古，世风颓坏，又兼欧风东来，崇尚科学，先望之纲常扫地，圣人之礼教废弛，故而戾气弥漫，阴阳乖舛，变乱相循，灾异丛生，遂至酿成空前未有之浩劫，目下极大之厄运。前贤所谓劫由人造，礼数使然，臣不污也。切思上天有好生之德，岂忍玉石俱焚，善恶混淆，于是特降天道，而大开普渡焉。在习过去数年，以蒙皇天诸神飞鸾垂训以示人，阐扬一贯以醒世，乃知道节互应，正是上帝之妙用。非道无以整善性，非节无以警于顽，总其善恶优分，天道借以弘显也。于本不才，乃蒙黄中不弃，复我以灵性，降生于东鲁，又成恩师典传，受我以心法，救出苦渊。虽曰身不逢尘，而得遇天道，亦可谓大幸矣。待至庚午年间，正逢天降大考，竟蒙蔽以重任，于自私何德何能，感因此命，当即再四恳辞，以让贤禄。据料皇将栾各谈不允所请，于只得勉为其难，顺天行事。然而三曹其度，则重任惧，受命以来，夙夜惶恐，幸上蒙黄宏慈之恩，忠诚诸天神佛之佑，下赖诸贤必助之力，故有今时之道悟宏展，如此其夙也。请者吕蒙黄垂训，命于将道中普通礼节，整理一致，以资遵循，且以厘定礼节，资事体大，自应加以慎重，于何敢冒昧从事？因思官甚掌管法律，请其将鸾批定，庶免允月之咎。于是恭请大地灵坛，静候垂示。即至道坛，但欲以人定制宜，自无不合。既有皇之命，以尊办为是云云。妾又反复思维，恭敬不如从命，故免节奴顿，离定一事。唯以臣都相视，环境不同，一事祭品，难使化一，必须因人以适用，因地而制宜。原拟定暂行礼节，列分三等，由望诸身贤俊，详加参议，斟酌而为，活泼行之内尽其诚，外尽其理，借以正心修身，成人成己化晚节运，贤登圣誉，用以上覆皇之苦衷，下枕离庶之沉溺，则亦庶乎其可矣。是为序。纪宁张天然序于济南。民国二十八年岁次己卯元月。暂定佛规引言。吾道既系阐扬三教新传，复应运普度善性，道务纷纭，礼节即应整饬，是以凡有点传师或坛主及各前人办道人等，应当人人正心修身，克己复礼，
处事和平，出入廉洁，方不复为我道之信徒，以其上行下效，而真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之意。即令有一二不孝之徒，亦当互相劝勉，以其劝改。倘久执迷难化，则自甘坠落，只可共弃之而已。总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素自于修道以来，传道有年，盖不涉及政治，无非扭正人心，为讲人说义，效法古圣先贤，只论祖斗馨香而已。然自古道不轻传，故客尊关圣帝君坛谕，求道守序，稍取本人功德，以验信道真伪，乃即为资刷书印讯，亦或接待来往，周济贫困，并无任何捐募归利。纵使有利善信，均系自动助道，向无者人劝捐，或种种勒索行为，令人输分毫之资。且道众多系平素简约之事，目的在效法孔孟，以法施人，非才施也。所以心静道清，对于道中一切佛规，最低限度应当简单明了，以便身体力行，往前进修。今将本道各种佛规分项述其概略，彼我修道者有所遵循，而免茫然之弊，其数几乎。第二节，佛规礼节入门。一、称谓及道场用语。一、干道难畏天，故称男性道亲畏干道。二、坤道女畏地，故称女性道亲畏坤道。三、前贤尊称不特定之个人或众人实用。四、后学自称。五、点传师代理济公天命，点道传天道三宝者，平时称 XX 经理。六、讲师居法王座代天宣化讲道者。七、坛主住佛堂或开设家庭佛堂或负责坛务推动者。八、仁兄或灵兄不知其天职，点传师或讲师或坛主，十、尊称特定之干道道亲。九、仁姐或灵姐不知其天职，点传师或讲师或坛主，十、尊称特定之坤道道亲。十、班长口令，一代表起立，二代表鞠躬，同时向上台者问好，或下台者道谢，三代表坐下。二、打毛巾，一脸盆水不宜太满，有七分左右即可，约十人用过之后应换水。二、毛巾不可太湿，亦不可太干，以拧不出水为准，冬天天冷宜加热水。三、招待进入佛堂者，用两手掐住毛巾折叠处两端，同时鞠躬45度，说：灵点传师、灵讲师、灵兄姐请净手。接着用两手掌托住毛巾下半部，用完后交回，次序相反。四、给点传师或讲师打毛巾，印直的对折，再横的对折，再直的对折两次，置于毛巾盘中。三、端茶水，亦有耳茶杯，把手印向接着右侧，方便拿取。端者手指不应接触到杯口。二、茶水不宜太满，如是招待用，以小杯六分为准，讲课者则以七分，不够再添加。三、茶水不宜太热，冬天亦以温水为准。四、作揖，一手抱合同，全行由胸前经过玄关，画一弧形过膝，
同时弯腰90度，再相反弧度经玄关回胸前，两手轻放身体两侧，坤到脸刃放两腿上，并向前一鞠躬。二支向坛前先佛作揖，叩头，对点传师或前贤辈均以鞠躬为准。五叩首动作示范。一叩头时，头部至拜殿距离约一至二个拳高，头首齐叩，手肘收拢，左手抱右手交叉置于拜殿上，叩首时做出上下叩动即可，不必两手抬高。二磕头表示不忘本，皈依自信佛，礼敬诸佛，折服我慢，生发菩提心。同时是三宝齐用的最好时机。六，佛堂的陈设。一，佛堂之意义。一，天堂的报名处，二，神人的联络处，三，真理的推广处，四，众生的服务处，五，修炼的训导处，六，品性的教育处，七，人间的避难处，八，办道的合作社，九，功德的福利社。二，佛堂之摆设及其含义。整个佛堂之摆设及象征宇宙生成之秩序。一，佛堂有八宝上下桌，三盏佛灯，八挂炉，两个檀香盒。二，中灯代表明明上帝、无极老、理也。三，两仪灯代表阴阳两仪、气也。四，八挂炉代表万物的造化、象也。五，佛像三教圣人或弥勒祖师、观音菩萨、济公活佛、观圣帝君、律法律主等均可。六，现茶一清一浊，清者代表天，浊者代表地。七，现果即象征五行。八，拜殿三支、六支、九支，多至数十支、百支，有万物之意。七，参辞接送驾礼。一，意义乃一种初告反面尊师重道的表现。一个道亲来佛堂行礼前，需洗手净面以示沉静。二个道亲来佛堂应先参驾，走时辞驾，干先坤后，切勿紊乱秩序，特殊情况另外。三集体参辞驾时，乾坤先后秩序依主班点传师而定。四个人以着良资格，就定适当位置行礼，以面对佛像之最左边的拜殿位小位。一二一三二四二，人人人一人一四，多人时则按序排之。十一、十二、十三、十三。午餐辞驾时，若有点传师在佛堂，于原本餐辞驾礼前贤大众一叩首后，再起坐即跪，向其天命行餐辞驾礼，佛前礼毕，再行至点传师正面二步距离，鞠躬同时出声，点传师参驾。辞驾一同，待点传师回礼后，随即向点传师问好。二，应用时机。一参驾，点传师先到，我们后到。二接驾，点传师后到，我们先到。三辞驾，点传师后离开，我们先离开。四送驾，点传师先离开，我们后离开。五，于佛堂中若有道亲来磕头礼拜时，在座者均需起立面向佛堂，等行礼人礼拜完互相搭礼后，再行坐下。若行礼人至佛堂中，巧逢点传师于佛堂办事或商量事情或正在用膳时，
则行礼人以鞠躬代替磕头，甚或不必至佛堂中行礼，于佛堂之旁权宜行礼，亦无不可。六，如遇到亲至佛堂不懂参辞驾礼节，则应安排招待为其执礼，并略述参辞驾意义及叩拜之方法。八，其他规范。一个道亲来佛堂，衣冠要整齐清洁。二个道亲对佛堂中各种物品，不得擅自取用，如欲要拿或要借物品、书籍，当与办事人员或坛主禀报。三，道亲来佛堂应以谈道究理为主，尽量避免论及后天凡事。四，道亲在佛堂出入，勿要轻步，不可任意喧哗。第三节，早晚香及愿忏文。一，献香程序。一，准备供茶，献早香时或供果。除一式清水之外，其余皆加一至三片茶叶。各先佛之供杯按固定位置，不可颠倒错乱。清洗田庄，献上取下次序皆相同，放入端盘时即应摆放妥当。一，上清；二，下浊；三，观音菩萨或弥勒祖师；四，济公活佛或观音菩萨；五，观圣帝君或济公活佛。二，佛桌擦拭干净，填满灯油，调整灯芯，平好香炉，备妥线香。家庭佛堂九柱，公共佛堂十五柱，置好拜殿。三，按顺序点亮佛灯，先灯次两仪灯之上首，后两仪灯之下首。四，请献香人献香。二，注意事项。一，献香前应净手净面，以示沉静。二，供茶约六七分闷即可，均需加盖。供果需洗净拭干，如香蕉等不宜用水洗之水果，仅擦拭即可。献茶时每献一杯，应先作揖，双手端杯与眉齐，再献至固定位置。三，上执礼先请示主献人是一柱一柱献或是献大把香，开班时全宜食用。四，上执礼或办事人员为献香人点燃献香，点燃所有香头即可。五，道亲行礼时动作须一致，以示同心同德。六，行礼时要庄严肃穆，稳重安详，整肃仪容服装，勿穿拖鞋、背心、短裤、迷你裙。七，跪拜时应先双手抱住合同于胸前，经玄关作揖过膝，再由玄关收回，按乾坤要领跪于拜殿后圆约三分之一处，方便叩首。八，家庭佛堂献香九柱，明明上帝五柱，诸天神圣三柱，灶君一柱。三，四，十二，五，八，六，十七，九。九，公共佛堂献香十五柱，明明上帝五柱，诸天神圣三柱，弥勒祖师三柱，南海古佛三柱，灶君一柱。三，四，一，二，五，十一，九，十八，六，七，十四，十二，十三，十五。十，献香时双手举香至与眉齐，再以左手献香，每柱一举一献，至献完为止，柱与柱之间隔一寸，距离位移，取不离方寸。十一，每日烧香时间已早，
卯五至七时，午十一至十三时，酉十七时至十九时，未元则。如因事无法回佛堂，又无人可替代，可献馨香，不必补献。十二献香诵读愿忏文，乃在忏悔己过，以其千善改过，故务须一体履行，身口合一，切勿轻忽。若有心到清一起烧香时，由上执礼领导诵读。十三个人按尊卑顺序就拜殿位置，穿着道袍之排班人员或年高资深者，应自动向前靠拢，不可推辞太过，以免耽误行礼时间。十四普通法会闭班时谢恩礼亦用早晚香礼行之。十五送佛灯时，口念恭送佛驾，向灯桌依取善后，先送两仪灯之下手，次送两仪灯之上手，后送灯后桌依，放回扇子躬身退出坛前即可，在场全体前闲行一鞠躬。十六如有请坛或法会闭班，送佛灯前须十五叩首，明明上帝送驾十叩首，诸天神圣送驾五叩首。三愿忏文。前道余韵零零零，前心贵在。坤道姓氏零零零，明明上帝连下，信受真传三叩首。弥勒祖师妙法无边，护庇众生，忏悔佛前，改过自新，同住天盘三叩首。凡系佛堂颠倒错乱，望其祖师赦罪容宽，十叩首。南无阿弥十佛天缘，十叩首。一诵读愿忏文时，不论乾坤一律手抱合同跪挺，面向灯，诚心诵念真心忏悔，不宜低头或俯伏拜殿上。二献香最后如有叩求老大慈大悲，应先跪挺面对灯，再行叩首，至少三百叩首。如仅谢谢老大慈大悲，则可直接跪拜叩首。第四节坛前准备献供排班上下执礼。一献供时机。一开法会，一天法会或三天法会。二农历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拜年拜节。三老四祭大典及先佛纪念日。四请坛及有人求道办道时。五正式研究班或特殊班程，如讲员班、佛规班、支开班、闭班时。六被超拔者结缘时。七立清口愿、开荒下种愿、坛主愿时。八特殊情况必须请佛灯办事时。二准备程序。一供盘、供桌、供果、供品、供茶等洗净备妥。二整理佛桌，擦拭干净，调整灯芯，平整香炉，置好结缘香三柱，如需请坛则放置坛香三柱，并摆好五个拜殿，前三后二。三请示点传师献供开始，打毛巾请点传师献结缘香。四请在场道清整素仪容，平心静气面向佛灯，主静存诚垂手肃立。五一灯两仪灯之次序点燃佛灯。三注意事项。一擦拭佛桌、供杯、供果、佛灯之毛巾，应为专用。二献供方式有一人、二人、三人、五人、七人献法，
可活泼权宜行事。三半道实现供树木，求道者不满五人现一道五盘，五人以上现十盘，十人以上现十五盘。四老大典现念五盘，以合五五相聚之数。城乡有差距，个人家庭环境亦有不同，准备无法尽如人意，亦可活泼应试，主要在尽心诚意而已。五初一，十五献供，一般家庭佛堂以一到五盘为原则，公共佛堂则以十至十五盘为准。六若逢仙佛纪念日，可着加寿面或寿桃五盘。七供果应选品质较佳者，表示诚敬之心，太生太熟或有所损伤者不可献供。榴莲、释迦、番石榴、番茄、干货如香菇、泡面、冬粉、罐头食品、烙饼、两面煎熬不宜献供。八供品一水果、点心、饼干、糖果、素菜之次序排好。九七人事献供，上下直里向灯桌一后就定位，面向两仪灯肃立，不可偏斜。十献供人排班就定位，上直里或办事人员为献结缘香人点燃献香置于香炉上。十一上下直里者口令与献供人之动作须一致，相互配合多加练习。十二直里者献供人须穿道袍，跪起之间须注意道袍撩法，动作整齐划一，才能显出庄严肃穆。十三端公人一较为高大强壮，依正确方式进退坛前拜殿。公盘应置于右手，盘面朝外，躬身而退三步以上，至拜殿外方可转身。十四献供人前进就献位，应依五步法，第一步外脚先跨出，再依次前进二、三、四步至拜殿前，第五步外脚靠拢。这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十五献供人后退归拜位时，循相反方向退回，第一步外脚先向横跨出，再侧转身跨出第二、三、四步至拜殿前，第五步外脚靠拢。这是五戒杀盗淫妄酒。十六前二位献供人皆供茶、供果、供品时，应由后二位手中所托供盘之相错十字方向接过供品。十七前二位献供人献供茶时，听闻上直里喊举眉旗口令时，应即先盖检查上清下浊听闻沉浸奉献，时即应将供茶献至定点。茶上清下浊只是上直里补充说明之词而已，并非口令。十八供果果地、头部、饼干盒子文字标志部分，应朝佛前或向上。十九供果之位置以中间高两边低，前排高接近佛像者，后排低位原则，并力求左右对称。二十端供人应于端完最后一道供品时，自行前往拜殿桌一跪。二十一凡移动佛桌上任何物品，应先桌一取下供果，应先放在其他容器中方可食用，不可直接从供盘中取食。二十二如需用到供品供茶已，先献者先撤下为原则，供果已后献者先撤下为原则。如需再献供，则将各道供向后移，
空出最接近佛像之位置，原地一道供，以备献上新的贡品。二十三道亲送来之水果，宜先按位置献上佛桌，以示恭敬先佛，并表示对道亲之尊重。二十四献供时，如不慎贡品掉落，拾起后不宜再献上。二十五献供时，如最后只剩一盘贡品，可着一大把香或表文或檀香罐代替。二十六献供时之结缘香，三炷献香，应献于香炉中较接近佛像位置，其余献香或续香皆应献于香炉中心，方始正位。二十七上下直礼进入或退出直礼位置，皆应对灯桌一。第五节，初一，十五礼。一，意义，一年有十二月，共念四节期，每半月一节期，初一、十五日各为新节期之开始，无人法天责的，亦应求新求进，除旧不新，如此精进不已，方可达到圣佛境界，为报答天恩师德，表沉静之意。二、献香方式，一献大把香，简便式；二献檀香，隆重式，以开班请坛或老大典时行之。三、程序，一准备供茶、供果、供果之盘数，一献供礼之注意事项准备。二、佛桌擦拭干净，填满灯油，调整灯芯，平整香炉，备妥檀香或大把香约五六十支。三、若献檀香则需发炉。四、点燃佛灯。五、一献供结缘香三炷，请坛结缘香五炷，即请坛九炷，分初献、雅献、中献三次，各献三炷、五炷，再依明明上帝五炷、诸天神圣三炷、弥勒祖师三炷、南海古佛三炷、活佛师尊三炷、月会菩萨三炷、各位法律主三炷、造君三炷、正殿元帅三炷、金宫祖师三炷、天然古佛三炷、中华圣母三炷、白水圣地一炷、不休息菩萨一炷、白羊大仙一炷之顺序排妥檀香，献大把香则不用排檀香。四、发炉，一发炉前应先请示点传师或前贤。二、先拿夹子夹出炉内所有剩余的香汁，并将整个香炉的香灰搅松软。三、再将檀香粉放下，用夹子一一往下慢慢调匀。四、用平炉器平好香炉，但不能用力压平，要耐心圆转平好。五、平好炉后，为方便左手拿线香及右手折线香，故可暂时点上两仪灯之右盏灯，再点二、三炷之线香，一节节的折下，插入炉内发炉。六、发炉之范围，大小要适中，以所有香之能插完为原则。深度亦以能将香之燃烧完全为宜。七、已发好之香炉上不必加檀香末，以免烟雾太浓且又浪费。炉发得好，自然炉火明旺，香烟袅袅。此时将点燃的灯扇熄，再请示点传师何时请佛灯。五、注意事项。一、初一、十五前夕，应把佛灯、香炉、佛桌擦拭干净。若佛像有移动，直接恭请回位。而供茶若有请下，直接再请上去，
不必重新换茶在线上。二若现檀香，须备妥檀香枝、檀香末及发炉之线香。檀香枝尽量挑选粗细相同、长短一致，以示对仙佛之礼敬。三若现大把香时，则上指礼应先念现香全柱，下指礼念全现，再接着念明明上帝时叩首，前面之九五大礼可免。四现供时间以午时以前未加，五愿忏文不可省。六是逢仙佛纪念日，则需再加供果或寿桃，寿面无盘。七最后叩谢老大慈大悲，可随个人之心愿，三百、五百或一千叩首。八行完礼，最后起作一线香礼毕，不需线香叩首礼毕。九要联络道亲回来烧香。十于初一、十五烧香时，适当的安排课程。十一初一、十五礼，可于早香礼时一起献供，并直接叩初一、十五礼。而当叩完，自以祖先、时、人应、诵读愿忏文，而后再接起坐即跪，经供祖师五叩首，并叩拜至最后礼毕。而五晚香依平日进行。十二于烧香课程完毕之时，分发供果。第六节，十一注行规范。一食名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饮食需注意营养均衡，适时适量。以圆桌吃饭，以面向门口中间者为首位或主人位，对面为主客位。二乾坤同桌，坤道在首位者之右手边。三共桌吃饭，应由长者或主人招呼先动筷子，其他人而后从之。四尽量取用靠近自己一边的菜肴，如欲取用较远者，可请其他前贤帮忙或调换菜盘。五不可偏食，某一菜肴取用过多，素食者宜兼用五色五味，亦不可在盘中翻拣或捞取汤锅中佐料。六食用面包或馒头，应撕成小块，不可大口咬食。七进食时保持正确姿势，勿张开手臂或将手肘撑靠桌上。八共桌吃饭，最好用公筷母匙，除非真的同意，尽量不要为别人挟菜。九用餐时最好不要说话，如不得已必须口中无食物，轻声交谈，注意勿挥动筷匙。十用餐时勿责备或交代任务，保持心情愉快，勿给自己或别人压力。十一尽量细嚼慢咽，勿啃咬或吸吮出生饭渣菜蟹汤汁，勿随处丢弃沾染。十二长辈有所赐给，应两手承接表示感谢，等长辈食用再随后食用。十三用餐时有访客来，应开口邀其共餐。十四用餐时点传师餐词接送驾，可以鞠躬代替。十五时必应将餐具整理妥当，等长者离位再随后起立，离开时应将椅子靠拢。十六三餐应在正常时间内用完，尽量勿吃零食或宵夜。十七饭前洗手，饭后漱口，注意卫生习惯。
居家吃饭勿用免洗碗筷或餐巾纸。十八，饭前举眉祈，感谢天恩师德无畏师的辛苦。能吃的饭粒菜屑尽量吃干净。十九，饭后如必须先离席，可交代一声并说：“各位前贤请慢用。”二，衣衣着以彰显身份，御寒、方便、整洁为原则。一进入道场佛堂，勿奇装异服，以朴素整洁为原则。如为办事人员，以着有领有袖之白衣、蓝黑色过膝裙或蓝黑长裤为是。二，进入道场佛堂，不穿木屐凉鞋，如为正式法会，最好穿袜子。三，佛堂之中，即使助坛人员亦不可只穿内衣裤、睡衣裤走动。四，进入道场佛堂，尽量不佩戴不必要之装饰品，如耳环、手镯、戒指等。五，进入道场佛堂，不必浓妆艳抹，但求面目素净即可。六，坤道之长法最好能用绳线加梢做固定，以方便作揖磕头。七，头发要经常整理，胡子要常刮，指甲要常剪。八，在佛堂中脱下之外套、大衣，应放置于适当处所。九，除点传师、讲师、执礼排班人员外，勿随意穿着道袍。三，住居家以简单、舒适、安全为原则。一未得同意，勿进入别人房间，有事应先敲门，如厕一同。二，佛堂内其他房间不可任意进入、翻动或阅览。三，干道、坤道房间应有距离，不可随意进入。无亲属关系之干道、坤道亦避免同处一室。四，居家要考虑左右邻居之安宁，不可大声喧哗、听音乐或运动玩乐。五，住家内勿堆放危险用品，诸如鞭炮、汽油、刀械或其他有毒药品。六，豢养宠物应做防疫处理，尽量勿养危险凶暴或具毒性之物。会物声响亦应妥善处理。七，除不扰邻外，多与左右邻居打交道，守望相助，彼此照应。八，居家以空气流通、通行方便、光线充足为原则，不可将空间阻绝堵死。九，定期检查水电管线，保持住的安全与生活品质。十，住家要常打扫清理，自信佛堂心地也要常打扫清理。四，行退一步让一时，遵守交通规则，不逞快不竞速，以安全为最重要原则。一，多人行进时，最多勿超过三人一排，最好两人一伍。长者在右，晚辈在左后方一步。二，前辈回顾必有事，晚辈应趋前应询回答。三，上楼前辈居先，晚辈在后扶持，下楼视情况可晚辈先下一两阶，回顾前辈下楼。四，走路时要精神集中，勿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五，除非相互搀扶，走路勿勾肩搭臂、嬉笑玩闹、引人侧目或阻碍交通。六，行进中不吃东西，不阅读书报。七，搭乘车船应主动让座给老弱妇孺、伤病者，并给予适当协助。
八，乘坐车辆，如为四人坐之吉普车，长者可坐于司机之右侧或后座右侧，如为五人坐之自用车，长者坐于后座右侧，最晚辈者坐于司机右侧，停车时应先下车为长者开门。九，除妇女、母子、兄妹、姐弟外，干道、坤道应避免同乘一部机车。十，搭乘车船应按先下后上顺序搭乘。十一，勿出入容易引起是非之地，如歌舞声色、视听、酒廊、茶肆等场所。第七节，挂号写读者表文。一，挂号，姓名、性别、年龄，求到日期、民国年岁次月日，求到的点。三，诗点、传诗、引诗、保诗的址，电话、公司、住宅、开班日期。电话：众圣亲凡财法双师舍身办道亲口如素，开设佛堂开荒下种功德费。自己的直系亲属、长辈及有血缘关系者求道，不可当引保师。求道人之年龄、联络电话、住址填写清楚，注意资料勿随意外泄，姓名以身份证为准。二，求道表文。表文呈奏，据民国年岁次月日时前后，在台湾省、县、市录像号佛堂之中，经有亲家鼎恩张光弼孙惠明绿影绿宝前新贵在，明明上帝连下，约切自开天以来，已经三佛之运，声名而后未得天道普传，礼义不明道统已坠，至今三千余年矣，今蒙皇天开恩，正宗终遇于东土。祖师弘慈，正派在正于把郡，今时众生涂炭未得就诊，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会，广度无数众生，整起此者，普收有缘种子，不斥汤武洪恩，尧舜大德，坛前上帝审纳，按下神旨具毕，今有等突破尘缘，醒悟迷津，恳祈上帝大赐明路，尔等别无可成，唯献亲供素书以达上文。干坤同女各愿助功德费圆整，于儿张光弼孙惠明率众等俯伏百叩。表文应用毛笔楷体书写，字迹力求工整，勿写简体字或行书草书，姓名以身份证为准，如为两个字，中间应空一字。求道人姓名勿高出于儿岁次，以当年农历之天干地支为准，月日亦以农历为准，所有数字皆以国字小写为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月一日至十日应加出字，如初一、初五。一月应写为正月、时辰、子时、二十三 tilde 零一时、丑时、零一 tilde 零三时、寅时、零三 tilde 零五时、卯时、零五 tilde 零七时。
辰时零七 Q 的零九时四时零九 Q 的十一时五时十一 Q 的十三时未时十三 Q 的十五时申时十五 Q 的十七时酉时十七 Q 的十九时戌时十九 Q 的二十一时亥时二十一 Q 的二十三时。求道人只有一 Q 的二位，在今有下写其姓名。如三位以上则写众生等功德费部分按乾坤同十五岁以下女十五岁以下顺序书写每位求道者皆应注明功德费相同者仅可能并列三立愿表文三天法会信愿行政六条大愿愿文成奏弟子各报姓名等诚惶诚恐虔心跪在明明上帝莲下为表明心愿事切以弟子等自得道以来深蒙黄忠慈悯祖师浩德师尊师母大慈大悲救弟子等性命脱出苦海玄祖沾恩此恩此德杀生难报今又蒙前人点传师引宝师成全准许加入明德心明进修班蒙受仙佛慈悲显化警醒愚迷又蒙前人及各位讲师苦口婆心讲解道之宝贵奥妙以往未来修道之过程师尊师母奉天承运普渡三曹之正宴弟子等蒙受此种恩德使之天道至尊至贵感激涕零悔恨过去天恩师德未报宏愿未了惭愧万分今愿在黄忠莲前重发心愿尊师重道谨守佛规以下如有立此愿者跟着念未立此愿者请勿念众圣清凡才法双师亲口如素舍身办道开设佛堂开荒下种以下请继续跟着念实心忏悔报恩了愿以报天恩师德于万一如有虚心假意立愿不了阳奉阴违不尊师重道不照愿行者愿受天谴雷诸弟子请各报自己姓名等俯伏百叩中华民国年岁次月日历四三表五愿一三表仪龙天表生者求道表文夕阳表二超拔表亡者求道表文夕阴表三结缘表亡者百日后结缘用表二五愿仪十条大愿办道时求道者所立之愿二引宝师愿办道时度人求道者所立之愿三亲口如素愿确定终身如素者所立之愿四坛主副坛主愿开设佛堂者所立之愿五讲师讲员愿居法王座替天宣化者所立之愿第八节办道理请谈排班立愿一度人须知一度人原则身家清白品性端正犯杀盗淫妄酒五戒者应劝其改过方可度之二精神失常者不度六根不全肢体心智障碍者患有重疾者慎度三不诚信不立愿者不度四天道不捐不募求道人之功德费引宝师仪事先说明白以免误会五引宝师应先成全好心道亲答应求道才带到佛堂
以免过于勉强而令身之竭。六隐保师须常与求道之后学保持联系，并常将其带至佛堂听闻佛法道理。二办道程序。一隐师引进介绍新道亲，办事人员帮忙招待，使其心情平静，不致慌乱。二时间许可，点传师或讲师大概讲解道之宝贵以及求道意义。三挂号，相关资料填写清楚，并请示点传师宝师姓名，办道前交给点传师过目。四填写求道表文，毛笔正楷书写，特别注意姓名及月日时辰、佛堂名称。五排好檀香，引宝师及求道人代表献香，需用檀香，请示点传师发炉时机。六献供礼毕后需请坛，在场人员接应整理仪容，垂手尽速。排班人员除点传师外，以立亲口如夙愿之坛主讲师为先，按资历先后分别居第一至第六位。注意各就拜位即两边分班之进退步伐及方式，第二三位需退一步，让第一二位通过。听下执礼口令就位时，各自制定位后需向佛前鞠躬归位时，则先向佛前鞠躬，再顺序归位。坛主讲师接应熟诵请坛经，以备点传师交代先请坛时或其他年节大典时用。七跪读申请词，通常由点传师供读，办事人员陪坛。八读表焚表，求道人就拜位，点传师或办事人员陪坛。办事人员接应熟诵求道表文，以备代替点传师诵读。读表完后，两边分班，请坛才告礼毕。九引宝师立愿，按乾坤顺序，年长或资历深者代表献香。十求道仪式，按乾坤顺序，年长者代表献香。点传师传三宝，先传合同，求道人立愿，再点玄，后传口诀，求道人谢恩。十一讲师讲解三宝观觉应。十二点传师慈悲补充送平安果善书求道卡。十三如办道完佛灯未送，又有人要求道，不需请坛读申请词，直接读表，但引宝师无论是否同一人，须令立愿。十四三宝乃天机，不可泄露，如忘记者可至佛堂，请亲口者点上佛灯，献三炷香，佛前十五叩首，帮忙再复习一遍。忘记三宝者与讲述三宝者皆需磕头。十五办完道讲完三宝恭送佛灯时，一定要十五叩首，明明上帝十叩首，诸天神圣五叩首，只需一人叩诵即可。一请坛经，大众肃静，各列其班，具枕衣冠，沉静听宣，八卦炉中起祥烟，玉化圣中降临坛。观帝居左唇阳右，二十八宿护法坛，老中至坛，诸神俨然，右指呼诈，左指喝鞭。雷部风部虎部龙部各显威严，尔等功力细听无言，今逢三天，大道显然。诸部神真护庇灵坛，鬼神听旨，
切莫冥顽，遇难救难，遇灾除焉，遇善相助，遇事相伴，大节远退，心要灵观，领地敕令，速办天盘，三曹之事，一一详参，不准退意，时时皆然，各尽尔职，镇压三天，终命诸真，待我传宣，见道成道，运转坤乾。十二元辰，各据其天，时事将至，无为特宣。二，申请辞。幕后依者席未言，名人在此诉一番。渔夫时的还乡道，生来死去见当前，今有卿家鼎恩张光弼、孙惠明率众等前心跪在，明明上帝连下，一叩首，又申请三旗应运。弥勒古佛，一叩首，三千弟子诸般星宿到此运祭，同祝三佛普收运数，幕后大事明白同报。钟情，三叩首。三，引宝师立愿。各报姓名，前心跪在。明明上帝连下，今天愿引愿宝，大众求发一大道信理真传。如若引入宝入左道旁门邪，叫白莲哄骗人之钱财者，愿受天谴雷诛。四，求道人立愿，十条大愿。各报姓名，前心跪在。明明上帝连下，今天愿求发一大道信理真传。求道以后，诚心报守，实心忏悔，乾坤实心修炼，如有虚心假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露天机，逆道不现，不量力而为，坤不诚心修炼者，愿受天谴雷诛。第九节，超拔开坛，先佛圣诞，辞岁拜年。一，超拔。白羊旗普渡三曹，弃天仙幽冥鬼魂皆可得度。零一条件，祖师时代须渡一百人方能超拔一层父母，师尊时代渡六十四人即可超拔一层父母，现在则需全家求道，自己亲口诚心修办，有月助财师即可超拔一层父母。零二，先办道后超拔，需先渡人求道。零三，弃天仙之超拔与一般求道人相同，用龙天表、阳表；亡灵之超拔则用阴表。零四，读表时阳表先阴表后一起读，读毕两表一起焚烧。零五，顶签用毛边纸超拔签之长短大小，以额头至人中为准，左手中指在上，右手食指在下，轻按住签纸，被超拔者姓名写在签纸中间，约在玄关处。零六，功德费，超拔一位亡灵，功德费至少在新台币一万元以上。零七点，传师可进一层超拔父母。至于下拔已过世之子孙者，为恩拔，非有大功大德者不可。零八，亡灵之身降品位，依其子孙修办诚心而定，如子孙退道，亡灵人坠地狱；如子孙精进，则亡灵亦沾光高升。零九，超拔人就拜位时，点传师可说明大道至尊至贵之处，勉励超拔人好好行功立德，以报天恩师德。十，当上执礼说唱签时，
下旨礼持千条至门口呼王灵姓名三次，上旨礼须稍待二至三分钟，再说王灵灵灵灵遵命进堂听点。十一等下旨礼将签交给抄拔者后，上旨礼念顶签，抄拔人按住签条妥当后，上旨礼再念点签。点传师点完将签条收起，上旨礼念焚签。十二谢恩礼中须加谢谢东岳大帝，地藏古佛，十殿阎君。十三超拔后如王灵回来结缘开沙批训，则与此王灵相关之亲属应向老前人、前人点传师三才诚心顶礼叩谢。二开坛零一开设佛堂之条件，全家求道，至少一人立亲口如夙愿者，须在一年内完成开设。零二佛堂坛前需用物品，诸如佛桌、佛像、佛彩、八卦炉、佛灯、花瓶、拜殿、供杯、供盘、端盘、檀香罐、长明灯、黑板、大小香枝、平炉器、镊子、扇子、灯芯、灯油、专用毛巾等等，还有开坛时所要用的开沙桌、相机、音响、椅子、朱砂毛笔、碟子、刷子、香灰、开光镜、汤圆等，均需请教点传师或资深有经验之前贤协助准备妥当。零三各种工作办事人员，诸如操持总务、执礼排班、招待茶水、香机组无畏师等，均需事先安排。零四开设佛堂程序，献香三柱三叩首 Q 的开光点眼 Q 的向供奉之先佛礼叩 Q 的安坐 Q 的参加 Q 的献供 Q 的请坛 Q 的道喜 Q 的坛主谢恩 Q 的办道开沙 Q 的唱圣歌，或听三宝，或听讲开沙训 Q 的讲解开设佛堂之意义。零五安坐，用大把香依早晚香礼顺序安坐已成道之先佛。零六请坛，时用坛香之乾坤分别叩初一、十五礼。零七道喜，叩早晚香礼，不必再烧大把香。零八坛主谢恩，用早晚香礼。零九如用八卦香炉，干卦向内面对先佛，坤卦向外面对献供人。十祖先牌位最好与佛桌分开，略位低矮，如不得已，亦可在佛桌下手一旁设位供奉。十一凡供奉之先佛，皆须敬奉一杯供茶。除上清白水供老中外，其他皆放茶叶，供杯须固定。十二如先佛位次坛号，办道表文上已写灵是佛堂，如以次坛号，自当写其坛号。三先佛圣诞，辞岁拜年。先天大道家庭佛堂供奉先佛纪念日，坛主须知月日纪念应有礼数。除夕辞岁换上青下着，献供叩早晚香加辞岁。正一拜年供茶全换，献供先叩初一十五，再叩拜年早晚香加拜年。正一弥勒祖师圣诞拜年后加一堂寿桃，换上青下着，先叩初一十五，再叩道喜早晚香加道喜三跪九叩。正二十六白水老人成道献供，先叩初一十五，道喜三叩首。二
二金公祖师成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二十九南海古佛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二二十三中华圣母成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二二十五不修习菩萨成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叩首。三十五老春季大典献供，先扣九五大礼，再扣出一十五。三二十二白水老人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叩首。四二十四金公祖师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六十五老夏季大典献供，先扣九五大礼，再扣出一十五。六十九南海古佛成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六二十四关圣帝君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七十九天然古佛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八十五天然古佛成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八二十八中华圣母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十二十三不修习菩萨圣诞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叩首。九十五老秋季大典献供，先扣九五大礼，再扣出一十五。九十九南海古佛求道献供，先扣出一十五，道喜三跪九叩首。十一十五老冬季大典献供，先扣九五大礼，再扣出一十五。第十节开班闭班礼，上下台用词。一开班闭班礼，听讲经训规则。零一听从班长口令，一起立，二鞠躬，三坐下。零二听讲时务必肃静，不可交头接耳，如能自备笔记，心到耳到眼到手到最好。零三听讲时勿伸懒腰，瞌睡饮食勿向后来者打招呼，亦不必向迟到早退之点传师接送驾。零四听讲时如有疑问，可记下，等讲演者下台后再提出，不可当场问难，耽误时间取人闲眼。零五黑板书写课题时，零有天命之点传师可加写慈悲二字，讲师则不需加写。零六开班一进入佛堂听讲场所，闭班辞驾完毕，一速依次离开，勿再走到楼梯间逗留聊天喧哗。一平日研究班，零一以每班所设班期为主，开班前闭班后各献供一堂五盘以示隆重，并禀报上天。零二开班一在第一次上课前半小时献供，献供时烧大把香，扣出一十五礼。零三研究班程结束，一在最后一节下课后献供，烧大把香，扣完出一十五礼后，再按早晚香礼谢恩，并加谢老前人一叩首，前人一叩首，各位点传师在场护坛者一叩首，各位讲师一叩首。零四凡开研究班，照例须点佛灯，献三炷香，并续香至当日闭班。
续相以三柱五叩首为礼。领五讲课讲师移穿着道袍下台后再换回。二一天法会。零一开班时应先献供请坛叩初一十五礼。零二无论献供或请坛乾坤排班人员务必事先确定叩首时乾坤分班。零三正式法会时操持者及讲课讲师移穿道袍以示庄严。坛务代唱茶水及护道人员部必穿道袍。零四闭班时如遇晚香时间烧大把香先叩早晚香礼再依早晚香家谢谢行谢恩礼并加谢老前人一叩首前人一叩首各位点传师在场护坛者一叩首各位讲师一叩首三才一叩首如有仙佛灵坛。零五法会闭班时为方便即可集体辞驾若有需留下者则恭立原地最后再向点传师送驾。三三天法会。零一第一天早上八点半平香炉献供发炉排坛香请坛叩初一十五礼。零二第一天晚上平香炉献大把香叩早晚香礼。零三第二天早上八点平香炉献供献大把香叩初一十五礼。零四第二天晚上平香炉献大把香叩早晚香礼。零五第三天早上八点平香炉献供献大把香叩初一十五礼。零六第三天晚上闭班献供立愿读表。零七如有仙佛灵坛弥勒祖师九叩首济公老师五叩首同初一十五礼。零八班员只在第三天闭班时谢恩办事人员每天在送佛灯前需谢恩。零九无论献供时机请坛时机发炉或执何种礼数皆需请示主班点传师。十个办事人员要各尽其责代班挂号卡名牌资料文书讲义点传师讲师茶水毛巾乾坤分开代唱续香护道发放餐点板书打字校稿训文装订等皆有专人负责。十一乾坤班长位置先空出请示主班点传师选何人口令要洪亮有力来担任。十二无畏师相机组必须在开班前与挂号文书组联络调查好最接近之班员人数以免餐食不够或浪费。